着春晚总导演的哈文近日全家照曝光，已经50岁的他看起来依旧年轻，女儿也越长越漂亮。看照片上个头不矮，一双白白的大长腿分外吸睛。说到哈文，就不得不提到她老公黎勇，因为哈文在央视最值得骄傲的事就是将黎勇打造成高价主持人。看过非常六加一的应该还记得黎勇那个大长脸吧。不过黎勇虽说长相很有特色，但是真的很有才，说学逗唱基本都会来电。黎勇认识哈文也充满戏剧性，哈文是黎勇的同学，是从宁夏考到广院学播音的。起初黎勇发现这个女孩侧面很好看，轮廓清晰分明，于是每天上课就用笔给女孩画画，两个人就这么画到一起了。这一家子都是很有才华的，首先哈文就连续3年当过春晚总导演，被人称为才女。她自称事业型的女人，强调工作中的女人最美丽，而且哈文是敢于跟赵本山叫板的人，当初就是她回绝赵本山，说她小品不好笑，让赵本山整改，结果赵本山从此以后不再上春晚舞台。对于这段过往，哈文的回应是不后悔。在央视春晚上没有明星大腕，所有人都该一视同仁，为的就是给观众交一份满意的答卷。